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菲菲。嗯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肯尼亚人。我是周老师，我是马来西亚。哦，马来西亚彭亨人。哦，很好，嗯，很好。请问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一名汉语老师。我也是汉语老师。哦，在那个作业汉语。对对，我们的中心就在吉隆坡作业汉语。哦，那好了，那好了。请问啊，你在内罗毕？你的中心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们的中心叫肯尼亚中国文化交流中心，或者 Discovery Chinese Cultural Center。哦，我们的是卓越汉语，嗯 ，Mandarin Idiom Mandarin。OK OK， 请问你在那多学生吗？啊，在那边有很多汉语学生。哦，你有很多汉语学生。对，嗯，他们为什么来你中心学习汉语？啊，因为有的学生想去中国，有的学生也是商人想去中国买东西，这样吧。哦，就是说他们是比较做外贸，或者是去中国升学，有去中国升学吗？对对对，有些学生要去中国学习。哦，嗯，就很像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一样，我的中心也有马来人、印度人、华人，或者是外国人也有。Okay. 他们主要是学习汉语，然后他们去中国经商贸易、做买卖，也有到中国升学的。哦，太好了。嗯，在非洲肯尼亚多中国商人、中国投资家去肯尼亚投资吗？对，有很多来投资。所以大家都在学习汉语。对对对。很多很多很多人想学习汉语啊，那很好啊。嗯，那马来西亚也一样，现在有很多人来学习汉语了。OK OK OK， 很高兴认识你啊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欢迎来到马来西亚，欢迎来到肯尼亚旅行。在肯尼亚有很多动物，比如长颈鹿什么的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。OK， 再见， okay, 再见。